全部在家伙。小心地雷啊！是的，是的。不在家伙吗？我就等对方，不怕大雷。我现在看哪块石头都像地雷。上回是不是连射三个大礼包？是不是你？不是啊。哇！我上回咱们玩连射三个大礼包，不有队长带着吗？玩的我现在都不敢动车了。队长 APC 直接往这压了。旁边那几个楼梯，他们都封都不封一下，全是攻击打起来。枪管过热，过热，枪管过热。哎呀，人太多了，打不过来了，我。下车。哎呀，我操！疯了！哎，两个人在上面什么意思啊？那个Leo没下车，这他妈尴尬了呀！一个都没下车，你们被什么打死了呀？对面这儿修了个超级堡垒，他妈修了几挺重机枪在那里。哎，对面老狼在那搞的。也就他干得出来这种事情。防御点兵站。哎，这把打成十，这你们屯兵锁活吧，先把防御点搞住。屯兵锁被压，快活。哎，我这把是真你妈的傻逼，送了他妈两辆车，送了个 FOB， 我操。屯兵锁被压，不要活，不要。屯兵锁被压掉了，没有啊。嗯，这把我是最坑的那一个。我看到一群屁股在那动来动去。防御点，其实防御点他应该出，再拿到点这个往外散，他现在全部蹲在防御点。哎，一楼，防御点一楼，我操！一楼，我操，没法玩了。那防御点修的啥鸡巴呀？我以为一点都不堵。哎，不行，我家里有，我感觉我去。建的兵站，我操，还建点，建在上面，牛逼！啊，这是没错的，但是他只修那一栋楼，我就搞不懂了，外面堵都不堵，一点也没堵。建在上面就是挨打的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哇塞，这样斯特莱克就散在这。冷静一下，好吧，都给我冷静一下，去建的位置集合，我们去建的位置集合。这个防御点这么打下去，迟早也要磨下来的。哎呀，那一波进了进攻点没拉下来，有点不应该打的。哎呀，他妈的！他们兵站在那儿也不大可能拉得下来。不是，现在我们是被动了呀！你看进攻点，我们没有一个队现在去，现在对面可能这三个队、几个队往防线打，他迟早是打得下来的。我们再去进攻点，再去摸点50米，换了一个方向往后面。看吧，红了，被压掉了。哎呀，感觉我他妈下面那个桥头堡，我是真的恐怖，修的你真的。墙壁被挖了。防御点 FOB 被挖，下次我们也可以这样搞。哎，其实还是开局我送的那一波，没把他压回去。你直接开到筒子后面了，然后就回去直接被打掉了。
不是，我看到我下打你，我边上我也放不了光了。房点是全死了是吧？死了，死光了。我操，这么恐怖！刚刚看见还二十几个。我操，吓死我前面那个人。队长，放个小队班吧。别急，还早。哎，我下次下去卡点，我再稍微再提前一点放个包。哎，这都50米了吗？哇靠！完了，有点过分了呀，这个有点过分啊。那就对方已经有过人摸了，你先在外边放一个小队班，然后我们清理。没想到速度这么快，我看点里面好像还有一两个人。那其他队员去，你和医疗留呢？其他队员去。现在跟不了，现在过了就100秒，跑600。哎呦，立马白了。是自己人的迫击炮在打吗？对面的。估计是菜鸟在打。不可能吧，这肯定是自己人的迫击炮在打防御。我们哪儿？哎呦我操他妈的，真狠。哦哟，3面都是人，哇，这去哪都是人。他打得准，我的天哪！我就说让你早点放，我就说让你早点放小队包，你不信你逃啊！我那怎么办嘛？那我道歉嘛？那对不起了嘛？来，我们重新走，不要说了，重新走。不行，模拟器。大家一起走，大家。右键开枪有延迟啊，他妈是优化。右键还能开枪，我操！我们队要送都是大礼包，别送了，别送了，送了几波礼包了已经。队长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你去厕所等会儿吧。行。对方防一点还不敢进，要不我们去直接去摸他们进攻，就现在摸不掉，防队员的肯定要会被拉掉的，你现在去也来不及。没有，摸不掉，我们跑过去点就拉下来。屁点真没人管了吗？哈哈，比你跑得快。啊，小开先放个包吧。就在那放啊！哎呦我操！哎呀我操，真是狗了，这他妈都50米啊，肯定有间谍，我们这肯定有间谍。不是等会儿有个，其实这张图比例，图的比例图特别小，还100米就那么一点大，但是我的习惯还是当着几千米那种图来算的，所以我的包就一直放不掉。跟你对面那个房子。队长，我好像听到有电台的声音啊。模仿，我这把心态有点炸。哪个店？就在我附近。收到。就在我附近。大家找一下吧。队长，我这边来找一下。队长，你过来我这里。队长，你过来我这里，我这里听得特别清楚。在这堵墙对面，别过来，不在这，在那个后面。屯兵锁在这。哦。守门，标记一下。屯兵锁。标记一下，我们一刷人头。我操，这个太骚了，太鸡巴骚。直接挖吧，成，进不去。挖一半，别把它挖完。兄弟还是可以的吧？直接找 FOB，FOB 就在附近。来，先。
在里面。这我错。来，扔了。你要开。发 FOB 就行。30分了。20。没有手。出去打。哎，小心他们排击炮，我估计他们要打过来了。哎，反正这把确实是问题，这个图很小，但是我看地图感觉是很大，你知道吗？这下我就顶一下了。手雷。我进左侧，进攻。换弹。我杀了。那这就是有一个洞。别动。谢了。谁又把斯瑞克当晕迷卡？谢了，医疗兵爱你。图蠢的一批，现在前面的人都死了，进攻点那边的队友都死了。是的，队长，我死的位置有人啊。是的，你妈这把把自家人坑了一波 FOB， 死了，坑了你妈两辆 APC， 蠢的真的是，哎，很难受。M， 等你死了，我把这个给你。冷静一下，现在打的跟傻逼一样嘞，傻逼玩意，我这把就是个。哇塞，我这里面五六个人，他妈的，冲进去全对我走。男生 ，M， 队长给你了，我冷静一下。OK。